找事儿，买了37块钱活大虾，一会儿咱给它腌上点。哎，我给他那个鸡蛋锅里扔一个虾行吗？哎呀，咋的了姑娘啊，爸给你煮鸡蛋了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别整了别整了。这俩出口，一个出汁的，一个出渣的。榨汁机啊，东西放这里了啊，应该是这个这么走的呗。对，一会儿榨点桃汁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军，我大姑娘今天找事儿啊，买点那个活虾，完了今天咱们做个生卤大虾啊。需要用到葱姜蒜香菜辣椒。今天来给安那什么来，安那个厨房那个东西。走吧，还唠嗑呢。咋的？不是咱家。李四台面儿，这人呢？走吧，回家吧。看我这大脸，穿衣服183了。那窗台多少钱一米？80。回来了，理了个发。做饭吧，有点饿了，2点了。用这个四肘汤炖点生菜。
连肉带饺子一起吃啊。这不有咸蛋啊，这肉啊。有咸蛋。啥玩意儿扔了？饺子，你别给他了。捡起来。那你才吃俩饺子。那你上来这玩意儿，他也能吃了呢。应该差不多了，五个多小时了。妈，你别烫着他。我把骨头给我姑娘。行了，看这虾，哥们们，嘎嘎诱的啊！哎呀，真鲜呐！哥们们，这个虾吧到嘴里什么感觉呢？黏的紧儿的。粘知道不？粘牙。你等一会儿，我这骨头给你。等会儿。等会儿。这么好吃的东西，单单用。等会儿，等会儿。那玩意儿呢？等着。非常成功，嘎嘎的。尝一个，老香了，啊！对牛弹琴，这咋整？这么正常呢？看那个瘦肉怎么样啊？昨天老硬了，嗯，这玩意儿喝点小啤酒，真的哥没治了。那有肉就扔骨头。眼睛一会儿整点啤的。怎么样，辉儿？那真纯。那肯定纯的，连水都没有，是干的呼啦挤出来的。昨天没让咱们走吧？对对，今天菜吃的真舒服。特别我这个小虾呀，单单是一口不来呀。刚才吃这个有点没粘透，不像头两个那么粘，不咋粘。来，兄弟，今天菜非常哇塞呀。这个小生腌，姑娘，给叔叔阿姨拜拜了，拜拜。你看，现在就不用别的，这一说拜拜，马上就回应。